来吧，让我们《长相思》第二季的各位主演，三二一，请拍照。帅，哇，帅得不行了。来吧，让我们欢迎我们《长相思》第二季的各位主演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是的，《长相思》作为流量和口碑齐飞的现实主义新古装，同样的阵容，同样的班底，更高能的剧情，二的回归，众望所归。是的，现场我们所有的相思豆赶紧造起来，让我们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派对现场。来吧来吧，快来吧。哇，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期盼的，我们《长相思》第二季看来是要快跟大家见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非常期待，跟镜头挥挥手吧，四位，欢迎大家来，我们也请李怡送上话筒。现在在网上有非常多的人都在催我们的《长相思》第二季赶紧跟大家见面，今天四位来了，来来来，看来我们的剧集也是快了，来，有请四位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来吧，我们从谁开始？话筒在谁手里？啊，我从这边。好，行，那我们从弘毅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弘毅，在《长相思》第二季中饰演赤水风龙。哎，欢迎弘毅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晚意，在《长相思》第二季中饰演的是，既要事业又要爱情的西岩苍玄。哎，欢迎晚意。大家好，我是邓为，在《长相思》中饰演叶十七和涂山璟。哎，欢迎邓为。大家好，我是谭剑次，在《长相思》里面饰演相柳，还有房风贝。哎，欢迎，欢迎剑次，就四位接下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的开心，应该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我们的剧集，但是可不可以帮大家再回忆一下我们的剧集，带入自己的角色，然后来跟大家安利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，好不好？第二季的这个角色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？带入自己的角色跟大家来安利一下，来吧，我们从相柳，剑次开始。相柳的话，那就是我是什么性子，你最好自己打理清楚。我是什么性子？哎，还拌嘴了，刚刚真是两绝。我是什么性子？你最好仔细打听清，打听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咔咔咔！我们再来一遍，再不算大家忘了。我是什么性子？你最好仔细打听清。怎么回事呢？怎么过不去了？你最好仔细打听清楚。嗯，好，清楚了。然后防风被是，我想让你记住我，防风被。哦，这个感觉又回来了。接下来赶紧的，邓伟。景在第二季呢，也是悲伤和幸福并存的。然后呢，大家要准时去腾讯视频看《长相思》第二季。在这里呢，大荒首富祝你恭喜发财。哇，还我一定会去看的。哈哈哈，还是那么的温柔哈。来来来，欢迎邓为，满意。妈，刚才介绍了一下，那再说一个明显一点的吧。这个很明显了，我想和你长相守。有错吗？然后，哦，哈哈，长相思，快相见。天哪，观众太想了。嗯，同意。我是想说，我们《长相思》第二季会和第一季一样火爆，有更多的爆点，欢迎大家敬请期待。来，欢迎弘毅，欢迎我们四位，今天四位到齐了，但是小妖嘞，小妖怎么今天没有跟大家一起来我们的派对现场？小妖，小妖，小妖，小妖在心里。我们来呼唤一下小妖，好不好？在啊，在啊。我们呼唤一下小妖，小妖你在哪儿啊？小妖，小妖快，小妖来了吗？快来吧，小妖今天会不会来到现场呢？我们闭幕五四三二一，来了，我们欢迎小妖来到我们的现场。去年是维维，今年我们一个都不能少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。好嘞，好，我来扶着我们的王妃。OK， 今天小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好，大家已经聚齐了，所以都非常期待我们的第二季可以早日的跟大家见面。想不想你，小妖？大家都什么？想不想你？看字就好，上面都写了哈，有九个头都想，九个头都在想。邓为是遇水重生大战坠崖，对呀，哦，所以精彩的这个名场面要出现了。哎，晚意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，
有错。然后赤水丰隆是大婚在即。哦，看来这个关键词都送上了哈，我们的精彩的故事也在路上了，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跟大家来见面了。 OK， 那今天我们各位来到现场也非常的期待，聚集赶紧端上来跟大家见面吧，好不好？不要让大家等太久了。好好好、然后我们四位要不要再跟大家好好的安利一下，我们从剑四开始吧，再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《长相思》第二季。等了一年了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在《长相思》第二季更好的相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剑四。邓伟也跟大家再安利一下。跟大家一样很期待《长相思》第二季，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吧。谢谢邓伟，满意。我周围的朋友家人成天问什么时候播，现在可以确定了，快了快了，我也着急，快了快了。相信我们《长相思》第二季马上就要上线了，上线不久之后可能就会迎来我和小妖的婚约大婚在即。到底能不能成呢？敬请期待。哎，我们敬请期待。那小妖也要说，相思豆我们不见不散啊，替我们的小妖说一句话。好了，那我要再次的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让大家对我们的《长相思》第二季充满了期待。再次的欢迎各位，那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了，谢谢。你们要不要带着小妖一起下去？带上小妖一起走，早点走到我们的待播清单当中。行，那我们四位先有请吧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把小妖请下去。来，我们先内场休息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也请李仪给我们的小妖带一下路。来，我们多多留步一下。好，来，我帮